家好，我是生活在爱尔兰的格格姐。你看雅雅现在像个新娘子，对不对？难道在爱尔兰这个国家，8岁就可以结婚的吗？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。今天对雅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所以你看，我们都是穿得很正式，准备去教堂。阿斯顿刚刚摔了一跤，是不是？哎，小公主真的像结婚一样的。其实今天是雅雅的一个重要的节日，因为在西方的宗教活动里面，哈，孩子出生都要洗礼，第一步，第二步呢就是叫 communion， 是不是？八岁左右。第一步，第二步是什么？是别的东西。第三步是什么？是 communion， 那就是教堂的活动。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去教堂，碰到同学了。你看同学都穿的什么裙子？Austin. We have more than 7 or 5. Wow.